妈，你多大？65。妈，看电话。呀，红包65元，谢谢。老伴儿，你多高？165。看手机。呀，红包165，谢谢。妈，你体重多少？55000克。爸呀，爸，赶紧爸。老婆，嗯，当年追你的人那么多，还有很多帅哥，你怎么就选择我了呢？啊，那不还是看上你成熟稳重，为人又正直善良吗？哦，原来你是看中了我的人品。看来是我的人品好，让我赢得了一段美好的姻缘。哼，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当初算命的跟我说，如果我不嫁给你，这辈子就活不过25岁。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，当年给你算命的那个人是我二大爷。